警方取缔盗版，把全台最大非法影音资源网站风铃网给抄了。消息曝光之后，其他盗版影音平台，包括小鸭影片、PTT Play 等网站，从昨天晚上开始也都默默关站，紧急要避风头，但却这让追剧迷直呼快要崩溃。许多人利用空档来追剧，亚洲最大非法影音资源网站风铃网涉嫌违法播出被查获，下架消息一曝光，其他盗版网站也跟着赶快关闭。点进居民点 TV 网站中出现如无再见，请您保重，谢谢各位居民们，字幕后转白画面，小鸭影音也显示苦苦表情，写下抱歉，该网站已经被管理员停止运行。有民众睡一觉起来发现，不止风铃网，其他四大影音平台也跟着避风头紧急关闭，网友哀鸿遍野，纷纷留言没得看剧，开始无聊生活了，太可怕了，史上最大片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让追剧迷直呼要崩溃。律师表示，其实这些非法影音资源网站都是注册境外主机，架设免费台日韩剧、大陆剧及欧美电影等影视频道，公开供民众观赏，并利用网站广告点击率赚取不法利益，其实都已经触法，那会涉及到著作权法91条，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受到疫情影响，电影公司惨兮兮延后发片，许多人干脆不花钱在家追剧看电影，但律师也提醒，挑选正版网站不但比较有保证，更不用担心会不会因此吃上罚则。记者戴成文、林昭贤台北采访报道。申请口罩寄送到海外，经贸局专属的网站大当机。今天开始，民众可以把口罩给寄出国，不过前提是必须要到经济部贸易局的专属网站提出输出的许可证，才可以进一步的来到邮局或快递公司交寄货。只不过今天上午才开放，就有大批民众反映了网站入口大当机。而对此，贸易局回应是因为一次进来的资料量太大了，才会一度当机。不过也有很多民众是申请成功的，网站现在也已经正在紧急修复当中。